一个字建庄，他也是给提示的。这边这样，好像山东腔用山东腔。整日。想选哪一个啦？不要做出饭店起来去吃外面。好巧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好迟到。不要。好迟到。好，下一次。原来你好迟到。对。余翔。等一下，我真的七点半出门。一个小时啊，我没办法，不能怪他，因为他家住在北投，但是坤达家也住北投。哇！最近靠北啊，在乡村，人家住桃园的，抓一个小时，没有抓一个小时，真的抓一个小时。我七点半要出门，哎，西瓜，快点，快点，哦，这个难。哎，我们可能用不到他们三分之一的。这个很难，这个东西搞不好有的人一辈子没有玩过。好的，说出来。牧人，草稻草人。在稻田里面的那个叫什么？稻草人。对啊，稻草。稻田里面当然是。再给我一点。有时候无聊的时候在家可以玩的。有，我给你提示了吧？有吗？不要勾引，不要跟他讲话，真的啦！啊，糟糕！其实蛮清楚的，他是那个叫什么？什么球？哦，对，什么球？叫什么？我不知道叫什么啊？对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斜地球？不是，抛接球？不是，什么球？平衡球？不是，来，杠杆球？不是，来。我不知道他那个名字嘛，还有那个专有名词，他那个专有名词，那你可以猜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招，猜字，好，那你可以猜字，对呀，刺，哎，不能做表情的，没有啊，我这样刀刺啊，你可以第二个刺戳球，我跟你讲，第二个刺装球，第二个金哥，你不要被影响，搞一个臭男人给我干嘛？赶快可以再说，差，不能比差嘞，我跟你讲，不能比，差。你不要放弃，你继续画，我给你提示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，插件球，给他了，我给你了，第二个是公平了，剑鱼球，够了。对，第一个是建庄，他也是给提示的，这样还看不出啊。建鱼，对啊，继续啊，已经给你这样子了，山东腔用山东腔，整日，剑鱼，快点呐！到底够才，不要反了。快点！你快点，你狗屁呀你！是谁第一个剑鱼？他是剑鱼的。哎，别吵！火箭，快点，快，下一题。哇，太快了吧，宪哥！哇，差点晕了。剑鱼。山东腔剑鱼。金字塔，鲸鱼，哦，那个鱼，鲸鱼，停车场，城堡，啊对，黑手是什么 ？OK， 好，黑队十分零两秒，黄队的分数是8分49秒，过，对了，哎，不要急，抛一下，对，不要急，没有。有，哎呦，有，哎呦，可以，就这样。没有，对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简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杨戬，他脚尖不是没有，我看他简玉，简玉，靠你的简玉，容易被靠你的简玉，好，有，进来放下，好，一条。老强，
浩翔，加油啊，浩翔！浩翔啊，浩翔！好，拜托浩翔啊！拜托了，亮条！亮条！浩翔，拜托亮！浩翔，哎呦！浩翔，哎呦！浩翔，哎呦！哎呦！三条，快一块！令南，拜托令南，令南，谢谢令南，谢谢令南，令南，谢谢令南，拜托令南，令南，我发现鱼香卷很烂哎！哎，浩翔还是靠你了。浩翔，浩翔，浩翔，外面太恐天，我不要走外面去。浩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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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下去。浩翔，哎呀，浩翔，晚了，立达干嘛骂我？我不要捡啊，捡捡啊！哎呀，这两位是绝对啊！浩翔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啊！到底谁发鱼香拳来的啦？我不要平了，平了。谢谢浩翔，浩翔，谢谢，冤枉了，再有他，浩翔，哎呦，浩翔，谢谢浩翔，哎呦，快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，他两个而已，两个而已，两个，浩翔你不能，浩翔，浩翔，浩翔，真的，他不会，浩翔，浩翔，你不要做出犯贱钱去出外面，浩翔，浩翔，浩翔，黑队2分57秒，黄队所用的时间3分12秒。谢谢浩翔，谢谢浩翔，谢谢浩翔，浩翔，浩翔，我见了，阿妈，哎，你是不知道真的要去睡外面的，哎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五星级饭店，准备，好了。